好的，今天全明星 solo 赛第二天比赛日的最后一场比赛已经开始了，那依然是世界聚焦于此，就是这个拳击梦。看来这航线又能到，又很热闹啊！来吧，这波就直接给个，我跟你说，直接给一个全景，看这个拳击馆怎么打就可以。是的，我不知道、啊，你给单个人视角就真的给不过来，看不清楚怎么回事。哇，乌泱泱的一片。狮子好像沙漠地图几乎是每把都是行业初始端跳的，对，而且这两局跳的好像圈给的也不错，只是人有点衰了，有点闷、嗯。好，来了乌鸦鸦一片啊，来吧，都是谁？还是老三样，还是那哥几个。哎，这萨博也来了，萨博没去红楼。我看到了，怎么说哦？开始拼拳了，开始拼拳了，哦、不拿枪了。哦呦，这一波哎，可以，我说他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大家不拿。这个有谢幕效果，这个行，这个有啊，这个、对，这个行，这个来，哎，有人拿枪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把这个违反规矩的先踢出去啊，把这个违反规矩的、啊、应该是把枪捡走，清下这个擂台， okay, 清场，一个一个来，好，来，首先对阵双方是谁？好，林树的欲望很强烈啊，算了，到底谁吧？瞎说的，来了，骄阳，好，骄阳一直站在舞台上面。啊！现在是阴阴，骄阳已经打了，对，骄阳直接被打了一枪头，打了一拳头，跑了，骄阳，哇，骄阳，你看这，我，哎，骄阳被阴阴给追着跑，骄阳说你追不到我的，崔基一杀出来把骄阳直接秒了那枪，好的，好，这边第二局是林树战胜了宁，是的。好，林树对阵到崔七幺吗？好，还是阴上。好，双方打得有来有回。啊、又打了枪头，崔七幺没了。哇，阴阴，厉害！鼓掌！这帮老爷们真的是有点太厉害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崔七幺受到了嘲讽，怎么回事？多少是？我至少比骄阳强，骄阳居然跑了，骄阳。对的，至少小崔躺在那儿了，骄阳还跑了。是的。来，下一位。五 V 怎么是个 OB 位啊？五 V 怎么是个 OB 位啊？啊，下一位是谁？巨神要练拳，来，巨神又挨了一拳，完了，哦、这一波，巨神，要出事了。哇，巨神赢了。巨神很耿直啊，非常的耿直。还有药吗？这药够分吗？哦 ，Cobra 也来了 ，Cobra 是来打拳的，还是来维护秩序的？他装备很齐全，像是个保安。哦呦，哎呀，这巨神这拳头也很硬啊！林树也没了，那 Cobra 给送药来了吗？他拿了个 C4 过来、嗯。哦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意思啊？他飞牌扔地上了，好像。然后把这快跑、哎！不会吧？大家全跑了，他把 C4 扔在地上了，好像。他是破坏者，他是搅局来的，他是搅局的。怎么回事 ，Cobra？ 这个我觉得啊，这个可能是大家产业，他是来收回自家产业的，结果被一帮彪悍的猛男啊！他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什么原材料，全是从迪拜运过来的，你们不能这样，我要收回我的地产。好的，处理掉了这个地主啊，开始继续。三毛要背了，哎呀，小童只没了，只掉了一丢丢，只中了一拳。啊，马木搁那儿疯狂的舔啊，疯狂的舔包，很舒服。马木是不是医疗兵啊？他是不是在旁边负责是护士、啊、发放物资的是吧？啊，男护士，我又来一拳，哎呦，哎，不对啊，又是小童，啊，小虎其实有一拳是打出暴击了，但是后续的小虎，小童的这个连环啊，还我飘飘拳打回来了，是的，好，现在小童要等小童回一下血，好吧，等我回满状态，咱们可以来下一局吧，哦，这医疗箱直接打满了，打了一个箱子，我上来之后，我两下暴击，小童红毛。喂，左过去啊啊！这好像是小童，几拳都没有打中，对，抡空了。是的，猴王这个身法是可以。
果然姓孙，属猴的。是的。他这个血量打不起来啊！来换下一位满血的谁？来，先来一个满血的，先来一个满血的，九幺九幺幺阿萨。跃跃欲试，九幺幺跃跃欲试，在排队，九幺幺。那算了，那继续蒙性应该是喝个饮料继续。好的，永远也来了，永远哎也呀！来了。哎，他只是路过吧？他好像是路过，他想过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。这哇，边没猴王有又枪赢手，了。他又赢了蒙性，对。而且血量上还低了一点。让你一拳，让露露一拳。的确，Monkey 现实中那个身高、那个体格，让你一拳又如何？哇，这一拳保剑，哇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哎，哇，他又这一三拳连打得绝下，杀！哇，他打下三路的，Monkey 是打下三路的，他哇，这又来一个搅局的，这个他不知是道永这远里无法发生了搅什局的么。吗？里边应该是什么情况？他应该不知道，他应该不知道。哎，哎呀，猴王怎么没？哎，猴王没了吗？哎，黄是没了还是？好像是没了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哦，他没没这没，边大选呢。在歇一会儿。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。怎么回永事？远开始在外跑面了，干什么？永远，永远在看，永远一会儿出来，这边四五个人在跑。我的天，一波爽收。又来一波 C4。永远会不会出手啊？因为永远带枪来的，这哥几个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这个盲布好像有枪。我重点是这一波，如果在空地上面打起来，那他在永远蹲出手，那车，全是头啊！永远在蹲车，好像。有人说你们玩你们的，但人家不走啊，人家在这练拳呢。哇，永远他在干什么？他要一个做贼的，他看到了，他看到了，他过来了，他在看别人打拳。是的，他会加入吗？他还是会出枪？他偷偷的看着，打枪都不要，哦，来了来来了，了，他加要入加了，入了，加他要入加了，入，他要加入，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，很我来好了。玩的样子啊！来了，来了，好，加入，然后加入脱是光不是要光，给点什么东西啊？入这个拳击俱乐部是不是要给点东西啊？入会费什么的？给个旧包吧，对，给个给急点救饮包，料。给些药什么的。哦，直接二话不说，直接抡起来。赢了，哦，可以。厉害！哎，怎么回事？五 A，放下，放下你手中的枪，放下，给你个包，打起分了来，个急大救家包，互打。公平，永远这太好玩了，鬼鬼祟祟进了，啊！五哎 A，呀，五分，五 A，五 A，你要想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五分呀，五分，真的是，导播看了都摇镜头，你知道吗？导播看了都开始摇镜头了。这个我好想听他们之间的语音呀，真的。